不能说是炸的就是好的作品，但是这种深度有意义的也是很好的作品。他小时候，这个厉害了。哇 ！Nice！ 好的，四位队长、大师团的三位老师可以开始打分了。现场的100位评委老师，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，请投出您手中的绿色毛巾。3、2、1。啊，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。我觉得黑白更像是表盘跟表时针的感觉。我很喜欢你们躺在地上，然后一束光照下来，然后有那种时针走的感觉。这个人跟时间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好，他我能看出就是被时间缠绕追着走的那种感觉，尤其是你们在中间的那一段，就是这种很明显是在时间缠着你，而且从故事到开头到结尾都是连贯的，然后最后你的落点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技巧性也有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作品。下面的票确实少了，不能说是炸的就是好的作品，但是这种深度有意义的也是很好的作品。对，这个是让能有回味的，在舞台上的表现和给你的那种感染力，甚至让你有回味，就像电影一样，你看完之后还想看第二遍，甚至你过了10年20年，你觉得它还是一部好电影。